哎呀，练什么歌呀？吃粽子啊，朋友们，吃粽子啊，粽子卖不出去呀、啊，今天。我吃。但是，我现在摘牙套，可以。但是有你冷了，是可以拿回去吃。我可以拿吗？可以，随便拿。不是我要拿到，我会放在哪里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，我放。去拿一个吗？有，随便拿多少个。好，我拿一个。它是什么？小的有白粽子和那个五谷的，然后大的是那个肉粽子。OK， 肉。对。你们是怎么包的呀？我们就用手包的。粽子不太好包。对，很难。不好包。很难包的，很难包。每人拿一个，然后就要唱的话，就抛到台下送给观众；不要唱的话，就坐在下面就一起吃。好好好。Good idea。这是我做的一个巨无霸。金哥来，巨无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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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金哥。啊，这手雷吗？是啊。手雷。吃起来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吗？不可以啊，我还饿啊。哦，这可以吃，这个没有。但是你问克勤歌手。好吃吗？已经有一个答案了。没有，问的那个人是这个表情是无所谓，回答的那个需要有这样的表情就行了。那回答的时候很好吃啊！哎呦，陈达平啊，呢只歌你嗰日唱好感动嘅 ，Sally 姐姐嗰日。哎呀，我冇听，怎么要播我的 ？Oh my god， 我没看过。我一听我自己唱嗰啲歌咧，我好挑出好多问题。我都系，我都系。好听哦。现在他那个高度是什么呢？他觉得那个发音我们觉得很好听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不是他用他最完美那个位置发出那个音，他就不舒服。我一听我的歌我就挑很多问题。做这样，其实我也会这样，很难受。啊，小声一点可以吗？小声一点。后面还唱错呢，真的是没有，那个没有吧？你越来越难受啊！整个城堡啊，对呀，地下城堡。哦。我真的很感动啊！那天他还是说不好不好。好，细菌。好，细菌。我去啦。加油，我们通通在你身上。哎，我们有件事情啊，昭昭，有点事情我们要先做的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先过来。你过来。对，录不了了。对，突发状况，没法录了，没法录。对，你说了，你说那个事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.好，OK， 没事了，好，加油。